鲨鱼的信仰遗愿。接着打药，接着打药，别毒死了。哇，大油桶，大油桶，不能避免，沉点，没沉点啊！呜呜呼，都有桶。OK 啊，我也是直接上来了，好吧。牛皮兄弟，你们呢 ？OK 啊，两个都掉下去了。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打不到。注意，你们两个在大上防守啊！哇，也是非常的牛逼啊 ！OK 啊，可以。哇去，三号好猛啊！都是一个教的好。哎呀，还不忘了鱼哥，可以的。天命圈，天命圈，爷爷保佑啊！天命圈啊！哇嘞哇嘞妈咪妈咪呼！齐全大法，齐全大法！求求你啦，帮帮忙吧，老天爷！我靠！兄弟们都赶紧顶到围墙去架枪啊！他们都不是圈，就我们是圈，我们要架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过来！哎呀！左边，给他丢投掷物！我去你的！左边给他丢投掷物，漂亮！左边给他压力，给左边的人压力，我去！我去你的！1秒钟！牛逼啊！最后两个在我脚下，注意！我在小厂里面，别急！小厂里面，给我杀了，兄弟们，别怕，直接把他，好吧？给我装逼也是拿下，好吧？谢谢，多亏我的运营啊！这一把真的很难打，懂的都懂，好吧？多亏了我的运营，太不容易了！哇，我刚刚那波跳下来也太帅了吧 ！OK， 复盘一下，好吧？哇，当时我没有想这么多，当时我只知道。我要下去帮队友，我在上面尽力在架枪，然后毒也是追了过来，但是我不能被毒死，因为左边给他丢投掷，队友还需要我，看到没有？我一直在打输出，左边给他丢投掷。我还在丢雷，因为左边人很装逼。漂亮，左边给他压力，必须要干掉他们。这一波直接把他打回去，给左边的人压力。但是毒来了，我还是想着要帮队友，我直接信仰医院。三号跑进圈，极限1秒钟进圈。这个时候我就是天选之子。这两个在我脚下，注意。木乃伊是吧？打残一波，再打一波，直接一个跳跃，再来一波信仰跳跃。巨浪波是吧？直接拿下。还有一个 ，OK 啊，3打1，不要怕他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，兄弟们，别怕，直接把他，好吧？直接把他。一颗双爆雷也是把队友炸死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帅不了，帅不帅？我这信仰音乐，绝了，真的绝了，太绝了。